你回去吧。她不是商商，商商已经死了，她是妹妹林欢欢。儿臣知道，如果商商还活着，她定不愿看到现在这样的局面。父皇，您就放过林家吧。你怎么就不听朕的？她是双生，影响国运。她如何就影响国运了？她救了整个清水县的百姓。 他令上官离甘愿放弃一身的骄傲，他行医治病，这样一个女子，他怎么会影响国运呢？父皇，你是要气死朕吗？父皇，那都是迷信。你身为明君，靠的是实力治理江山，怎会把区区一个女子呢？我，这逆子，平时怎么不见你这么能说会道？来人呐，把这逆子给我带出去。是父皇。 你可是明君呐，还请三思啊，父皇！父皇，皇上，您别生气了，太子还小。还有你，朕平日里就是太惯着你了，才会让你这样胡作非为。那丽儿，她再碍眼，也是朕的亲生骨肉，也是朕的皇子啊。 我已经把你的亲生儿子封为了太子，皇后，你还想要朕怎样？皇后啊，皇后，你还想要朕怎样？哼！素素，朕就是太爱你了，才会对你的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 但你谋害皇子，包庇纵容赵将军，运送假药，祸害百姓，你太令朕失望。来人，将皇后打入冷宫，有事不得踏出半步。皇上，皇上不要！皇上臣妾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 臣妾错了，皇上。你不要担心，我已经找到火凤之位了，还差两样。欢欢，怎么了？你腿疼吗？不疼。 去吧，是他救了你们林家。